敌球看起来有起跑，哇，投手下球，小黑，精彩的一个手背刺杀了打击的柯玉明，这是打者打了一个强袭球，第一时间看起来是打到了吴俊伟的手套，不过他反应非常迅速，最后是跪在地上把球送向了一垒。哦，队友还有防护员都上来先看了。碰了一下，把手套，因为球打出去的一个速度强度，把手套整个都给打掉了。对，而且他也很迅速的掌握到球的行进的一个落点，